材的高度我们是追不上的，但是你吊筏的速度我们也是追不上的。打工哇好，不要动啊。不对吧？他是一个矮冬瓜，是不是秃头啊？而且还会讲漫才。陈彦达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第三届搞笑对抗赛星座四象限争霸。首先欢迎今晚的主持人 Coco。请我们的演员出来了吗？好像不够大声，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就一起倒数五秒，欢迎我们的演员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火象队，四月二号，牡羊座。9号，狮子座，阿达。12月7号，射手座，伊诚。我相对，水象队，10月30号，天蝎座。4号，双鱼座，哈蒙。7月9号，巨蟹座，哇！小哥哥哥！水象队，风象队，9月25号，天秤座。你们听不清楚是正常的，真的真的，而且又有两个日本人啊，对啊，听不懂可能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了。对啊，而且重点是，大家应该有注意到吧？今天是12月28号，哦，打上12月28号，谁管什么搞对抗啊？对对，所以重点根本不是获胜，对，而是要把冠军送给欧打上当礼物。可以结束了，可以结束了，欧打上嗨耶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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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很尴尬，刚刚那个很尴尬，不要尴尬，不要玩我们的大嗓好吗？Miki 嗓也很嗨吧 ，Miki 嗓。没，输了输了。哇，而且这一次
每一队都有装傻跟吐槽。对对，哪有啊？装傻装傻装傻，哪一间实验室的？而且这个身高怎么回事啊？对啊，大傻装傻变态而已啊。变态啊！完全没有吐槽在里面，超奇怪的。好期待啊！好期待啊！哇，十二个人好轻松哦，完全不用讲话。有主持人，要讲话你们。对啊，哇，这次邀请到达康达康。蔡少爷，请多多指教。蔡冠硕头，汤姆，一个人，一个人，依晨，一个人，还有满面白大丈夫。蔡冠双头，介绍过了，介绍两次了，还有哈姆。同一队了吧，同一队了吧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赛制规则。本次的搞笑题目总共十题，每一题四队各派出代表来回答，答题结束后由各位观众评分，请用您座位上的手灯来进行投票。火象队是红色，水象队是蓝色，风象队是白色，凭什么？土象队是黄色。像屁呀！颜色最多的队伍得到一分。当十题全部结束后，得分最高的就是今晚的获胜队伍。为什么？火队刚刚暗示了。对，火队。我们来练习一次哦。如果是红队的话，我们按一下就是红色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么重？有要我们赢吗？大家有发现这个手灯有七个颜色，剩下三个颜色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消不掉。那剩下三个颜色都算我们的吧？都算我们的吧？各位观众，看你们是哪一个象限，我们就按哪一个颜色，请按灯。你们自己的星座，你们自己的星座。本来以为风队已经够疯狂了，没想到疯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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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一分，你的身体没事，没事，没有什么话讲。好了，那我们就马上进入了我们第一个题型啦。好，先来猜拳决定答题的顺序。每队猜一个，答到我们的大家长，你用这样显示我年纪了，很难过。大家长。好，加油，陈慧敏的儿子。哎，我妈，我不是叫，我是在集气呀。Vicky 长，将剑锋，我出剪刀。我徐德，剪刀石头布。哎哎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布，耶！哎放，放，放，哎放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啊，真的假的？你们现在是最落后的、啊，你来猜拳，你来猜拳可以吗？猜完被太无聊了吧？猜完先回家了。第三吗？可以吗？第四。三目选第三，你决定。哦，那第二。不是第三吗？第二吗？那我们第三。好，那我们第四。
那我们第三，重复了吧？那我们第二，三，三，等等，好，我们再剪刀石头布一次，不然不然，不要，不要，不需要，快出剪刀，来，再时间，就这样。那我们就进入第一题喽。好，好，第一题的题目是文字大喜力。哎呦，哎呦，文字大喜力，请根据题目回答一句好笑的话。占星学院会发生什么事？占星学院，占星学院，占星学院，占星学院。你要重复那么多次。好了，那我们第一个出答案的是土队，加油，扁扁队。谁是扁扁队？火龙果队 OK 吗？实验室的那挂人，火龙果，你只是来说风凉话的人、啊。占星学院，这什么学院？你直接回日本好了。我不用答案。我想看他的答案。哎，来喽！由你来拿下第一个好球。我的门槛被垫得好高。OK， 我准备好了。哎，占星学院会发生什么事？在上课的时候，老师一进教室，然后班长会说：“起立，立正，敬礼。”老师好准哦！有老师好而已吧。好，下面老师再说。下面老师，100分，100分。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轮到风队答题。我们这样真的可以吗？可以。听得到声音，听得到声音。写好了吧？要三个人吗？三个人吗？需要日本人吗？我们准备好了。占星学院会发生什么事？哦，看这个天象啊，有一点异常啊。看来这个双子座可能会有血光之灾。哎，同学们，同学们，你什么星座的？我是水瓶座。哦，你呢？我是双子座。你要小心一点呢。好的。他没有听懂，他用图像，就像我们比手画脚。他听超懂的啦，你听得懂吗？你听得懂吗？不，我不行，他配合他们，配合他们。好了，那我们接下来轮到火队。哎，我准备好了，你穿紧身衣哦。占星学院会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不买大一点的、啊？再次啊！再次啊！再次啊！哎，快点做了，做了，做了！哎，这一招常用。土下座，土下座，土下座，土下座。大家笑死我了！答案出来了，答案出来了。烂答案，太过分了吧，挡别人笑点。好，来啦，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我准备好了。占星学院会发生什么事？校长头顶的老人斑连起来是射手座。这大哥吧？呀呀呀呀！我觉得可能换成天秤座应该会更好笑。没有用了，都没有用了。啊，蔡成儒准备好了。占星学院会发生什么事？占星学院的合作社会卖唐启阳炸鸡、张维中东烤饼、简少年糕。我猜一个人，我猜一个人，陈伟明的儿子，蔡心如的弟弟。全部只有风队出三个人，其他都一个人。好的，那我们四队答题结束，现在轮到观众来帮我们投票。一点点，来一点点啊！谁要吃减少年糕啊？不要吃了。好的，那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题目。即兴装傻吐槽，请使用中医这个场景即兴一段好笑的表演。哇！中医，首先答题的是风队。啊，是啊，我们先了。哇，好刺激啊！轮流啊，轮流。我们都不找这样。哎，好，那个，快点啦！快点啦！为什么你来参这个讨论呢？我们吗？
对对对，欸欸、你搞不清楚。你做什么啊？好，你们对讲讲句什么？你为什么你们两个可以讲？不要偷听好不好？不要偷听好不好？你等一下好不好？你等一下哦，你是这样啊？是这样哦 ？OK 哈，大家确定 OK 了？太焦虑了吧，康哥？这两个人在我怎么可能不焦虑？没有任何吐槽哎。哎，而且这两个还是唯一有女儿的人，成功的吐槽了，他们是爸爸。OK， 好，来 ，OK， 我们准备好了。3, 2, 1。先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有点落枕、啊。有点落枕是不是？很痛吗？很痛，很痛。好，好，那我请医生，你稍等一下。医生，这个我们用针灸治疗他好吗？他有点落枕了，谢谢。好的，好，等一下。不用在我头上放苹果吧？这不是针灸，这是飞镖。我吃掉了。你在干嘛？这就是秘书吧？为什么连客人都疯了？对对对，等一下，要仔细看。等一下，先生，舒服一点了吗？好多哎。OK， 好，谢谢大家。什么鬼啊？这样，什么鬼啊？这不是疯队，是疯人院吧？仔细看这个穿着，就是新神经跑出来了。跑出来了，你感觉一定是抗感染的感受。我告诉你，我只能剪断理智线啊。原来我们会超时是因为风队来的，没有人阻止他们。好了，那我们接下来轮到火队。火队，好，什么综艺啊？你们三个，好平均的身高。真的。全家福哎，四队里面只有我们裤脚全部卷起来，大家就不用卷裤脚。第五队这边超杯的。只有我们紧身衣而已。好，我准备好了。3, 2, 1。小姐，来，哦，来哦啊，这个啊，哦，把脉吗？你也来。哦，双把脉啊，这么厉害。来。奇怪，先生，怎么了？你的手腕比他还要粗哎。废话，有把脉啊你。先说。蝴蝶，蝴蝶。真美丽，不要没事都飘过去啊！吐槽他们啊！不要飘过去啊！你不给我吐槽啊！你就会看到这种东西。好了啦，达康，好像在看亲戚不计较。听牙麦给搞。好了，那我们接下来轮到水队。好，我准备好了。3, 2, 1。哇，这片花园好疗愈哦！有蜜蜂，那怎么办？啊，我被叮到了啊！怎么办？现场有医生吗？有，我是中医。中医，帮你针灸一下。不需要，再不就两个针了吗？哎呀，真是的，让你蒸蒸日上。真烦呐，真烦呐！哎，你们两个不要争执啊！你谁啊？你谁啊？我怀曾志伟啊！曾志伟啊！哇！谐音连发，太多了吧？谐音连发，哇！跟中医也没什么关系，比你们的好吧？蝴蝶蜜蜂啊，你们不是蜜蜂吗？今天会演到11点。好了，那我们最后轮到土队，加油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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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对，好，准备好了 3, 2, 1。麻醉不是这样的吗？老陈，蝴蝶，蝴蝶，真的真美。什么邪教啊！好的，那一样请观众举起我们的手灯，来为这第二分决定一下到底是谁。拿到第二分的是我们的风队，没道理啊！蝴蝶，没有吐槽的一队，这一组说实在刚刚有点平均啦，不是蓝就是我们，而且重点是我们赢了，看还是零分的。刚开始，那你们刚刚被扣一分啊？对啊，好了，后面再多多担待。
比赛才刚开始啊！可以回来了啦！好，好，院长回去啊！为什么要打架？为什么我要劝架？下一个题型是音乐啊，那我们的歌曲。讨论一下。欸、不好意思，你们在台上不要窃窃私语好不好？讲给大家听嘛。没有，不是拉屎，做一个讨论吧。不是拉屎了。呀！是拉屎了。哎、欸，阿亮梦遗了。干嘛啦你？干嘛？医生可以了，医生可以了。这是我今天第一次讲话、欸。第一次。哎，前女友，加油！不要我啦！太轻浮了吧？你还真敢讲？都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我好了。如果你要跟我分手的话，我们的狗狗应该要让我养，小宝。让你养，好吃，好猛啊！来呀！等等等等，不愧是陈慧敏的前媳妇，我妈。好了，接下来换到水队。好，水哦，我准备好了。我回来了，老婆她是谁？为什么没穿衣服裤子的？反问你那个婊子又是谁？哦，他是我今晚叫的外送man。放水了对不对？放水啊、哦！放水对，谢谢你们放水。没事，感谢你。没事，你们都是前辈，放个水还好。哇塞！领先很拽哦。接下来轮到土队，上了，哎、欸，加油加油！好，你说。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准备好了。摩羯座、处女、金牛座、双鱼、天蝎、巨蟹、双子、天平、水瓶、牡羊座、狮子、射手座的男生，看到大奶都想摸。他的 key 是不是起太高了？你看到母羊座才发现原来在讲星座，他key上去了。好的，那我们最后轮到风队。好、oh, ，OK。Vicky 上，你真的 OK 哈？拜托拜托拜托你好不好？啊、我求求你好不好？来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。求求。准备了、哦。好可怕、啊，你们三个站在一起的感觉。好恐怖哦！你这三个一起。好，我们准备好了。要跨年了，让我们来联系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要倒数了，请三五来联系。10、8、7，全部错了。哇！老弟，我们不可能连数字都不会吧？已经不晓得是答案还是真的犯错了。那一样，请观众帮我们投票。太大了吧！我们如果没有扣刚刚那一分，我们是一样的。哦，好，真的，哇塞，好，我的话，我没有被这样接过话，真的。我好好接下去，只有我可以这样对陈彦达，没有人可以这样对我。哎呦哎呦哎呦！不觉得吗？我们的身高有点像吧？啊，原来这个原因啊！你稍微高一点点，不好意思，认错好不好？那我们下一个环节是我们的游戏环节，要进行的是
默契考验。好，默契考验。真正团结有默契的星座象限是谁？最有默契的是谁呢？我们请十二位演员一字排开。好的。好的，那我们先听一下我们的音乐。哎 ，3, 2, 1。pose 的时候 pose 吗？ pose 的时候 pose， 不然还有什么时候？上下去了。汤哥，你好歹也是出片歌手，对啊，这跟出片歌手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了？没有节奏的东西嘞。第一题的默契题目是打电动，打电动，要闭眼睛哦。电动，三木，哎，你听得懂打电动吗？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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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啰嗦哎。等一下，你不懂吗？他不懂吗？那不就输定了吗？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但是他没有听懂，要闭眼睛，因为他刚闭眼睛。我 cue 他是因为他没有闭眼睛。Close your eyes。可以 ，OK 哦。音乐，请下。3, 2, 1。Pose。好，不要动哦。不对吧？他没有听懂啊！我们一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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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一样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了。火队很明显，宜晨是用电脑，对不起。没事，我这个也是电脑。你这个不是，他是玩那个跑跑卡丁车还是玩？你变了，你变了，对对也不行。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可以的话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就说 Switch 它两边可以拆下。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他这样拆下来，完全不行，完全不行，不行不行，对吧？对吧？不行，不行，拆下。不行不行，好，你拆下啊！你们没拆下来吗？所以不行。对啊，他们刚刚就长这样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恭喜我们的土豆！哇，厉害！太强了！好的，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环节。无声搞笑，无声哦，在禁止发出声音的情况下搞笑。首先答题的是我们的水队，我准备好了。3, 2, 1。这感觉就是你们平常工作的情况吧，一直打哈姆。好的，接下来轮到土队。好，准备好了。3, 2, 1。乐在其中的，可以，可以，为什么这样就可以？可以，可以。你们两个是文字大神，演小短剧。对呀，对呀，要先试一下放的小短剧。对，那接下来换风队。好，走。3, 2, 1。
去吧。这个是综艺节目吧？超用力的，而且差一点就要击中我的蛋哦。喂，为什么要打这么用力啊？看蛋瓦斯生啊。好的，那最后轮到火队。我照相吧。火队。剧啊！妈的，你要道具吗？咱们是导，不要把我们当成道具好不好？好的，那又到了我们的给分环节，一样举起我们的手灯，大家觉得哪一位？哇！大家觉得谁的前男友最漂亮呢？得到一分的是我们的火队。哇！也是用道具啊！哦，你没有资格说人家、啊。你妈给我们零点五分了、啊。对啊，你们拿分的话，我被打是怎样？好的，那我们进入下一个题型。呛虾，对在场任何一个人呛虾。哇，呛观众也可以吗？哇，不可以拿道具了、哦。好不容易才聚集十二个人，马上感情就要分裂了。对耶，真的耶。那我们这一题呢，是由火队先攻。哦，好，我们准备好了啊。在漫才界最久就是什么祖师爷啦哈，别忘了你还有搭档啊。虽然这漫才的高度我们是追不上的，但是你吊发的速度我们也是追不上的。达哥，哇，哇，一开始就内讧了吧？而且吊法的速度你没资格说吧，我还是慢一点点，他输我一点点了，我的空间还是比较大一点。接下来轮到风队，我们吗？你听懂了，可以，我们准备好了。那风队，哇，你啊，干你啊，操你妈，操你妈！台湾就学这个而已吧，操你！全部都是脏话、啊。这是我有史以来听三部长讲话讲得最清楚的一次。两队都内讧哎。对的。好失控哦，风队。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回到土队。好，土。OK。对。他们。你是我最可爱的后辈。以前呢，你想要做音乐喜剧的时候，我花5000块买了一把吉他给你。那时候我跟你说，你只要学会吉他的话，就不用把钱还给我。现在2年过去了，为什么你不会弹吉他又没有还给我钱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为什么呢？他们，你的爱是什么？他们这 OK 吗？OK。OK 吧、OK OK。挂沙枪，操你妈！会说到我，会说到我，会说到我。太白痴了吧！跑出来了，跑出来了。好的，那最后回到水队，水队还在讨论吗？准备好了。哦，好，加油。哇塞！2%啦、啊！只可以拍我啊！整场感觉就走哈姆最受伤啊！认真被骗了，认真。好的，那我们一样，请各位帮我们投票，举起您手中的手。
站得好。我们没有伤害任何人，我们只伤害我们自己。是这样的游戏吧？你不是说呛任何人吗？好的，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题型，是我们的影片配音。影片配音，请帮这段影片配上好笑的对白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影片长什么样子呢？快哦！哦，哇，我们好像不用答题嘞。是我们的风队先答。哦，哇！应该不太会重复，不会重复。等一下，你到底知道你要干嘛？怯场了，想干嘛 ？OK， 准备好了。欸、台湾的漫才戏真的很厉害哦，对呀、啊，很有趣哎，大哥大哥，面板大丈夫，再往上走，漫才少爷，以前哈姆雷，中奖了，好坏好坏，那个，觉得好坏，三木搞错游戏了，他呛瞎了，放在这里好玩，不好意思，现在搞错题型了吧？只有哈姆受伤的时间、啊。那、啊、接下来轮到土队，好，准备好了。哎、欸，你介意太甜无？当然无啊，伊无好笑，真变态，都白痴啊！哎、欸，你唔惊伊听到？放心啦，伊日本人听无台语啦。对吼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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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你娘！干你娘！对，你们两个一样啊，一样都是脏话。哇，你跳舞哦，跳舞哦！我刚才说的就是讲脏话的身体，真的。超里面一个赶紧点，脏话少爷了，变脏话少爷。不是脏话少爷，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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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接下来换水队。我们准备好了。哎、欸，海绵宝宝早安啊！哎、欸，派大星早安啊！我们今天来玩猜谜游戏，你觉得怎么样啊 ？OK， 没问题。他是一个矮冬瓜，是不是秃头啊？而且还会讲漫才，陈彦达。我们是有攻击现场的人了。哎、欸，大家目前全部都是在呛虾、欸。对啊，对啊，这来先的吧，你们先的吧。最后就轮到我们的火队。好，好的，啊好，准备好了。哎、欸，你是胸部派还是屁股派？我是胸部派，我最喜欢大奶奶的 ，I come 最棒了 ，I come，I come，I come。哦，我是屁股派，屁股翘翘好棒。胸部派，大奶奶最棒了，胸部派，胸部派。屁股派，屁股派。胸部派，胸部派最棒了。我去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、欸，我们这一段没有好笑，只是为了让宜晨讲出勃起来。我的愿望，大喊哎、欸，好可怕哦！我有感觉，有感觉，你有感觉什么样的感觉？什么样的感觉？勃起，你整个人都起了吧？等一下，乱说什么？整个人，我的身高不代表我这个人就叫勃起，好吗？那我这样子吗？像个，哎呦，胆胆啊！为什么这么？而且是白虎啊！是白虎啊！还是白虎啊！我搞不懂你们啊！今天的控场是兔子哎、欸！请观众举起您手上的手灯，到底是哪一队会获得这一波分数的？水落石出！哎呀！拿下一分的是我们的土队！果然，哎，怎么这么不争气啊？好、欸、的，那下一个题型呢是我们的 kiss。哦呦 ，kiss 啊，经典啊！亲吻之后做出搞笑的反应。那我们要对什么东西做出亲吻的动作呢？我们要先有请我们的女主角。哦，两宅两宅，是这个戴口罩的这个人吗？可以吗？是你要换？你的，再次打扰。我
要被抽奶头哎。先答题的是土队，他后面有那个湿纸巾，对不对？用之前可以消毒一下，用之后可以消毒。你刚刚勃起了，现在在问湿纸巾？不是啊，不要连起来好不好？你想干嘛？我准备好了。我好想你啊，好久不见，跑去哪了？西追。准备好了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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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觉好还是不好啊？疯子啊！什么意思？疯子哎！哇哇！太有趣了！太可怕了！好有趣啊！我觉得他都吓到了吧？那个人忘记了，他是他的队员。白的，白色的。四队的演出都已经结束了，一样，请大家举起手上的手。很明显的，拿到这一分的是我们的疯队。哈哈，太牛了！又回到游戏环节啦！哦，赞美大赛，赞美扣扣，请用饶舌押韵的方式来赞美扣扣。不是说好是赞美大赛吗？哇，自肥啊，自肥，自肥，赞美扣扣。来，让我们来赞一下，交错赞成一排。慢才少爷没问题吗？没问题的，当然有问题。不要两个包起来，好紧张哦。对啊。那我们的赞美要跟着音乐，然后要搭配我们的韵脚。哎呦，韵脚，哎，好难。这个韵脚是啊啊啊啊！董轩准备好了吗？你的好话我准备好了。啊哦，好的，请流露了。那我们阿韵音乐，请下。嗯嗯嗯嗯嗯嗯，扣扣扣扣。你今天穿的这一身真的是非常美啊！哎，又抠抠，我想当你的把，
拔，然后带回家跟你啪啪。Coco， 我不会跟你啪啪，因为我只是觉得你现在穿得很辣。你不只穿得辣，你的身高还比那个人高，就是陈彦达。Coco， 这台上有十二个人，但是只有你是个咖。Coco， 跟我生小孩吧，生完之后就为了你结扎。Coco， 你的美让我擦，我真的跟他没有没擦。没有没擦。哦，那中文怎么了？我想要淘汰木生，先阻止我啦。我想要淘汰木生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从太田赏金。哎呀，你太大了，下了。Coco， いつもありがとう。妈妈妈，妈妈咪呀！一点都没有。去哪？要不要来我家约吗？约吗？在约炮而已吧。没有没有，来我家约会而已。Coco， 就算你把事情搞砸，我也绝对不会对你呛虾。Coco， 右手那个卡子你 Coco 啊啊啊啊！啊OK 吗？那个 OK 吗？他讲完就下去了。他只是想要讲而已吧，是我淘汰了，那个不行哎、欸。风队第一轮剩康哥而已。哎，第一轮哎，第一轮而已哦，第一轮哎，这怎么会限制我们的？我们是没有办法发挥的。而且我想跟他说的是，我觉得我们要打完女战，所以而且他们两个都是有老婆的，对，因为我们两个都有老婆，所以我们没办法真的真心的赞美康哥。老婆，我爱你。你刚刚还说什么没有没差？不好意思，我老公也在底下。你们这些渣男。下一个韵脚是乌。乌韵，乌韵。音乐，请下。Coco， 你真的很美丽，只不过结婚了就让全天下的男人呜呜。耶耶耶 ！Coco， 你一点都不胖嘟嘟。回家胖火噜噜，有有，我不会噜噜，因为你老公在下面，我只会让他帮我呼呼呼。Coco， 你看起来真可口，因为你的皮肤。虽然可破，我不是东亚病夫。我不会让你哭，我会买给你一间房屋。说到做到，可以啊。Coco， 你很酷。Coco， 有你在就很幸福。我刚刚也在想你超酷。对啊对啊，很酷酷。Coco， 跟你偷偷摸摸，帮你按摩，让你非常舒服。啊 ，Coco， 我会变成色狼，然后对你啊，狼人吧，是狼人吧，真的狼人。今天有帮我录影吼，我要拿去告人哦。我想要问露露是什么东西？因为我是蔡成儒，希望你叫我露露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是吗？我说你的动作都这样子，你是哪演的？我，哈讲不出来。然后来个安韵，安韵，安韵，安，一样从董轩哦，安哦，安哦，好来，音乐请下。Coco， 遇到你，我什么话都不会说，变成空安啊。耶耶耶，Coco， 我一点都不烂，我要回家当你的彼得潘。Coco， 你真的好。Coco， 你真的好美，每次看到你我都热情的发汗。OK OK， Coco 你好，安安要不要来我家摸我的小丹丹？淘汰吧，淘汰淘汰！露露露露可以了，我说来我家
吃我的小丹丹汉堡。哦，对啊，丹丹汉堡。他就没有押韵，所以淘汰。丹丹哎。OK 啊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，没有没有没有 ，OK OK OK， 欣然接受。好，那就从达哥我们安运继续哦。好，音乐请下。Yo Coco， 你实在太完美，要赞美你我都想不到有什么文案。哦，哇，好色哦 ，Coco。我想和你同班，你看书的时候就让我来翻。哦，高校いつもありがとう。君との人生を考案。哦，他讲了什么？他讲了什么？我听不懂说什么。要哎哎，可以淘汰呀！淘汰呀！没办法呀！大概的意思，想跟你一起的人生这样的，可是我中用绿源，所以淘汰。你在说什么话？太甜，淘汰，太想淘汰了。太甜嗓就淘汰喽。好，那宜晨就继续安运。安运，音乐请下。Yo Coco， 很想找你吃丹丹汉堡，再约你爬个山山。Coco， 我的搭档是你的彼得潘，面对你的身材，我只想比个赞。Coco， 看到你心好乱，只想每天跟你说声早安。安继续喽，安继续，安继续，安继续，完美，完美啊！Coco， 有你在我很心安。舍不得把你的电话号码删。Coco， 我不想成为你的重担，带你去看那座山。还是山，还是山。Coco， 你在我心里面是个重担，但是又是我最爱的女人啊。但是我还没有压到晕，我知道，我想跟你说，你重要的程度超过阿达的蛋蛋。哎，等等，厉害！我什么？活下来，活下来了！刚丹丹的活下来。Coco， 高高，我开过。让丹丹变成女生，我看你这么完美，我真的觉得烦。啊，烦哦，丹丹。Coco， 我口袋只剩230，但这些钱只想让你吃一餐。哦。Coco， 我的心有点乱，无法拴，对你的爱有点乱。刚刚的音量是否有点大？有点，这个不行吧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可以吧？大家太过分了！哎，我们音乐小精灵淘汰。等一下，那为什么两个蛋蛋这个蛋蛋淘汰？有些重复运脚也可以淘汰啊！好多山哦，你是学谁的山？因为我前面有爬山。好，我也有爬山了，那我们来一起去吧。你要去哪里呀？旁边等一下。那我们换一个韵脚好了，换一个韵脚啊，那就欧韵喽，欧欧欧欧，那我们就音乐起下，休息。Coco， 你今天穿的这一身完全不会 low。Coco， 你不仅不 low， 而且看到你我都会想帮自己扣一扣。你要到哪里啊？痒痒痒痒痒，抠一抠，你讲个正常的，大家有好感的抠是什么样子的？哦，抠一抠啊！哦，哎哎，帮自己抠一抠是？对，帮自己抠一抠，打手枪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现在对他打手枪的时候是用抠的，打错了，什么样的一个行动？那我们就从达哥一样欧韵。音乐请下。Coco， 你让这个社会很乱，所有男人都为了你斗殴。Coco， 你看一下天空，我们是那两只相爱的海鸥。我想偷偷跟你说，这个节奏抖得你发抖，我想把你放在我的心窝。要要要！我是欧韵，欧
饶舌这东西呢是音茎就可以了。音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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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音很标准，音茎。真的吗？饶舌唱饶舌的人？我不想跟淘汰我的人说话。好丢脸！你敢先淘汰？哎，最好是啊。不行啊，不行不行。哦，刚刚有说哦。对，如果是用注音符号的话，你不行。OK OK， 没事，我们有哈姆。哈姆很强哎。好，来欧韵音乐，请下。Coco， 你一点都不丑。跟你比起来，木森有够臭。Coco， 你在面白大丈夫这么辛苦，下次员工旅游就去游欧。哇！游欧。东欧。耶。Coco， 你真的很适合我，我觉得看到你我脸变欧欧。年纪感出来了，我先走了，各位。哎，人家辛苦了。三条给力了。哇！那我们派出我们的山木。没有啦，没有，没办法，不是少一个白色，好不好？而且这个没有用吧？下一个韵脚是凹凹，终于凹了，跟谁？跟谁？加油！不能说凹吧？董轩好了吗？你想性骚？好。好，不要等他。好了，那我们就音乐请下。Coco， 其实我有点 M， 想要你给我来个手刀。Coco， 我口袋的钱只为你来掏啊，家里的垃圾全部我来包。Coco， 我想对着你奔跑，每一天每一天追你追到老。董轩继续哦，董轩继续哦。Coco 啊，你穿的这一身真的非常漂亮，让我整个人都快要发烧啊！哎呀 ，Coco， 就算你每天都唠叨，但你还是我最爱的小白猫。好强啊！Coco， 有我在，没有人跟对你靠腰。没有人敢对你靠腰，他掉拍了吧？他是不是掉拍了？董轩淘汰！好，阿姆加油！阿姆超强，哥哥加油！阿姆加油！太帅了，再度国共内战了。阿姆 OK 吗 ？OK。好帅哦！这个运脚呢，就一直比到分出胜负为止。哇！最后一个运脚是哀韵，哀哀哀。那我们就哀韵音乐，请下。Coco 啊，这么多年真的很辛苦，让我在这个场子对你表达我的爱。Coco。你这个小乖乖，我可以一整天看着你一直发呆。Coco， 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什么东西都找不到，怎么办？旺仔。Coco， 你真的很可爱，你想要的星星我都帮你摘。很不应该。
赶快还5000块啊！还钱了，都要还你，都要还你。还我吗？厉害，再下一个蓝色。太 OK 了，这个环节有25分钟吧？好好看哦。他是双压，那两个都压，就是其实真的只有他在老舍而已了。刚刚是两个人。水象队加一分。厉害，超级厉害。那我们进入下一个题型，是一分钟段子。一分钟段子，三人合演一分钟的搞笑段子，不限形式。那我们就水队先开始喽。给我们个老舍 beat。哎，不要了，不要搞了，不要饶舌了，太快累死了。准备一下，下一下，下。好，我准备一下。我准备好了。3, 2, 1。前阵子我妈住院了，很难受，对吧？但你们今天这样出来陪我聊天，我心情好多了。冠冠，你辛苦了。你要照顾病人，自己千万也不要累倒了。你要多多休息哦。住院的费用需要帮忙吗？我目前还可以负担啦，不用担心。有事就要说啦。对啊。啊，你们最近过得还好吗？哎呀，你不用担心我们啦，你先照顾好你自己。我们 OK。OK。真的，谢谢你们。三八啦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你是在客气什么啊？有什么事情就说出来啊，就像今天这样，找我们出来聊天。我们随口随到哦，我跟菜头会保护你的。什么配乐啊？刚刚就想讲了，但是不是真心爱我啦？你想干嘛？到底想干嘛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谢谢大家。哇塞！哇，这怎么排名第一的？看了绝对会自杀的影片呢、啊？太喜欢了。对啊，我都想要把宵夜摆上来。好的，那接下来轮到火队。火队，火队有宜城的话，势必就要准备那个道具了吧？菜头吗？这是我吗？这个道具吗？就是我吗？道具上来了，这次不用用到你。这样。哎单机套要讲慢才了，又要老舍了。好 ，3, 2, 1。大家好，我今天要带来一首歌，叫做《我爱 BL》。闯入学弟淋浴间的时候，学弟一起洗啊！学长干嘛了？白痴哦、啊，学长！没有，别进淋浴间，都男生没有关系啦。哎呦，很挤啦！哎呦，学弟，拿一下地上沐浴乳。哎呦，拿不到啦，怎么拿啦？我试一下。好挤哦、啊！哎呦，我试一下。啊，好挤哦、啊！只是两个擦 L。你以为犯了这种错就可以轻易被原谅吗？老板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小心丢掉一个重要的客户，我会负责的。负责？你等着一辈子当我的狗吧。跪下来，笑两声来听听。等叫。这不是 BL。喂。只是詹姆斯和小庞而已。
现实生活全部是谁演都可以，像是两个男生不得已要睡一起的时候。哦，搞什么？不是叫你订两小床，为什么变一大床啦？没办法了啦，没有房间的啦，忍耐一下啦。哎，不要一直翻来翻去好不好啦？怎么了？不太舒服哎、欸。你不太舒服？哎、欸，你很烫哎、欸。你有没有体温计啊？谁有那种东西啊？这样子凉啊。好有趣。好有趣。看起来就只是醒归而已。一分钟吗？哇塞，完美是完美的，一分钟吗？对，但超过一分钟了，已经有两分钟吧？观众的体感没有一分钟。哇！那接下来换风队，好换我们了。哎哎，哇塞，在这种温情的东西后面，我们到底要哪里温情啊？哪里温情啊？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要干嘛，对不对？来，你站在这边。真的毕业了，来了。太期待了，我太期待，好有趣的身高、啊、我们大概准备好了。3, 2, 1，观众朋友们，欢迎你们来到今天晚上的台北时装秀。首先，让我们欢迎的模特儿站住。哇，走路非常的帅，非常的帅。你看他的扣子非常好，他口袋鼓，他身体口袋的很帅哦，他没钱。他的口袋还是没钱，啊都没钱。好，今天我们三个欢迎我们的木森，木森来了吗？木森，哇，他性感的身躯哦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哇，他的穿搭的方式非常特别哦，他穿搭方式特别，他脱掉哦，上背式穿搭法，上背式。好、哦，这个有一点，等一下，你就是衣服没穿好而已啊。OK， 欢迎我们三个模特，耶耶耶，哇，他又插在口袋里面了，他又要干什么？他是日本人，他是在台日本人，他是没有嫁可贵的日本人，变态啊！好了，下一位又到我们的木森，我木森的说，哇，他是吸过大麻被逮捕的人，他是吸过大麻被逮捕的人，好了，可以了，雷克要掉下来了 ，OK， 这两个人在干嘛？这两个人是没有默契的人。没有默契的人，木森要干嘛了？他要秀肌肉了，腹肌，没有腹肌，三木你要干嘛？没有腹肌，没有腹肌。OK， 最后我们要带来一段很有趣的漫才表演，谢谢大家。OK， 大家好，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木森，我是康康，我是三木，我们是没有腹肌，谢谢大家。什么？三个一分钟段子过去十分钟过了，没有，他们多做很多事情，好不好？你也不遑多让啊。好了，那最后就轮到土队。哇，怎么在这三组后面啊？对耶。哇，可恶！我准备好了。3, 2, 1。哦，还好吧。祝你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
先生要送我生日礼物啊！我是干爹！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哎，你们，哎呀，你们这个也是有十几分钟吧？也有十几分钟啊！我们首歌这一分钟都有那黑暗的感觉，让我觉得很久啊。他们是最遵守规则的一对，对，好遵守。希望大家都还记得十分钟前发生了什么事。那我们举起手上的手灯，觉得哪一对最有戏？其他就不一样。恭喜我们的火队获得一分，完胜了，谢谢。好强哦！哎呦，太厉害了！下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借物装闪。大超时，使用场上道具做出一段好笑的表演。哇塞，哇，还是调两倍速啊！现场办法调一点。好的，那我们这个环节大家应该都不陌生，但我们加上了一个奇怪的规定，待会呢会转轮盘，有数字一到五，那看你转到数字几，你就要拿几样道具。哦，哇，那我们这一次呢，首先答题的就是我们的火队。哦，好，轮盘请抽。数字，哦，一百，一到五，也有一百。好多，不止四个，一个人要拿一点三三样哦。数学好好，准备好了。3, 2, 1。有人要玩吗？一局一百哦，一局一百哦。有人要玩吗？想玩。哦，好，套中就是你的哦。来来来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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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你的了，啊，好可爱哦！哎，我的包滚下去了，哎。接下来轮到土队。哦，土队，土队，土队，来来来来，你们要抽什么？来来来，被抽，你刚刚老板了，先抽数字啊！但猴机怎么？刚刚不是，请抽。哦哦哇！不要乱喊，不要喊呜啊！我们再多拿一个娃娃，呜啊，声控的啊。啊，在挑的过程中，你们要再带来一首歌，这样子。哦，蛮好的，蛮好的。毕业了，相关的串场是不是？安口，安口，刚刚还蛮有那个感觉的。等一下要吃什么？等一下吧。现在聊这个吗？订好餐厅了吗？等等等，你们是要去吃哪一种料理啊？都可以啦，其实只要有淀粉，我都蛮喜欢的。淀粉，你不能再吃淀粉，你最不该吃的东西了。他的话题时间本来就很轻松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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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谢谢你们。帅啊！太完整了吧？哎呀，太完整了吧？好，土豆得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3, 2, 1，就是吧。去死吧！完全不违和，谁是狗屎队啊？融入，融入了，融入了，我的宝贝，好不好？哎，那接下来轮到风队。OK， 哎，抽中了，换我们了，是不是？抽数字，抽数字，OK， 你是很想来逛二手市集，急着想看啊！准备好了，数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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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他在说，哎，三步，三步，三步啊！哦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四而已吗？四而已吗？不够是不是？你要四十是不是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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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要让大家去聊天啊！我们要聊天。哦，对了，平常都是你在做节目，我们做，我们要聊天。这九个人好听话哦。太田长，生日嘛，有什么愿望吗？对对对，愿望还没聊到。在台湾第十年了嘛？要第十年了。对台湾有什么愿望？他是要出来选是不是啊？对大家的健康吧。
哦，谢谢谢谢。对，第二个呢是阿德桑的头发变多一点。哇，绝对不会实现愿望，不要许，好不好？悲伤，有够悲伤的，不可逆，好吗？不可逆。好可怜。第三个，哈姆还钱吗？已经放弃了，已经放弃了。第四个，太多了吧？三个吧。那先许第七个，太多了，不要激动，你们罗大嫂好嗨哦，嗨嗨嗨嗨，你等了嗨。我们要拆台了啦，你们时间已经到了啦。那我们准备好了 3, 2, 1。 哇塞，对，大家慢一点慢一点，小心一点。哇塞，啊，今天这一班做完真的是应该差不多了，好不好？来准备一下。哦，这一家我真的不知道搞不搞得定呢。对，每天都这样call我们，真的是莫名其妙的。好了，那准备好了哈，来了。上钩了！哦，又来！假的理由了，睁眼啊！哇，他们是我们的前辈。欧大嫂，这样有实现你第三个愿望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太变态了吧！太变态了！想要看木村的胆胆，怎么可以这样许愿？最后轮到我们的水队，好的，请抽抽看。抽抽看，只有一次啊！哎，三个，好，那大家聊一会哈，聊天。来一回啊！衣服穿了没有啊？詹木赏好像很喜欢这个装扮。对，真的。詹木赏，你不觉得很悲吗？这里，这个整体穿变态。詹木赏，如果你是在纸箱里面的人，你愿意吗？我当然愿意啊！你还没脱掉啊？为什么不脱？奇怪哦。他马上走掉了。哎，其实我也还没脱掉。拿的道具也太大了吧？对，大家伙，哎，这个碰口平常会在用吗？哦，我有在健身哦。这个怎么健身啊？单杠啊。会坏。没有，你要怎么用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会坏掉，这个会坏掉。哇，你走路都很干。拿不住，发射，哇！哎，你们这样不就比我们有趣了吗？好，不好意思，前辈，你们那么多人搞一次大团聚哦，在我们不在的时候，在争取时间啊，差不多，有一个怪人啊，好真心的哭哦，我们准备好了 ，3, 2, 1。三太子，你刚刚当单干啊！哇，谐音到底的队伍，真的是谐音到底，一个，而且这个钢弹太波烂了，厉害！你们的准备比表演久好多，少啰嗦啊，脱衣舞队。那我们就一样举起你手上的手灯。
哦，哎，不一定哦，不一定哦。拿下街舞装傻这一分的是我们的方冠。老婆不要生气，都值得了。我目击了最里面的画面，讲出来啊！喂，那搞笑对抗赛怎么能没有我们的经典环节？哦，图片大喜力！哇！配上一句搞笑的话。不好意思，你们的声音有点压过我们德仔的声音，我们可以申请再听一次吗？图片大喜力！图片大喜力。请帮图片配上一句好笑的话。在牧场这边开始，哇，轮流，然后没有反应或者是稀稀疏疏的，我们就直接淘汰了。哇，来了，图片，请哇哇哇！哦，嘿嘿嘿，日本人。我是下定决心，不管怎么样都要凹了，对不对？什么意思？弹幕淘汰！我淘汰了吗？淘汰了，淘汰了，淘汰！谢谢你。接下来耿贤，好可怕！哇，图片请抽。好会抽哦！哆啦 A 梦比你好用啊！那我们下一位冠冠，图片请抽。错音。哦，现在扶贫打工真的熊来送哦。接下来换宜晨，图片请抽。来了，太天上，图片请抽。哇，哎，猫咪咖啡店的工作也很累耶。接下来换木森。哇，图片请抽。谁准你骂我嘴歪的啊？不错不错，你的脸比图片还歪哎！图片请抽。哇！放心，后天就把你挖出来了哦！姚晨，姚晨，姚晨，图片请抽。我们是菜罐老头，一个而已吧，一个而已吧，一个而已吧，另一个，另一个在荧幕里面，这个是谁啊？应该是我哎，有戴眼镜嘛？对，比较像我。图片请抽。啊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不会唱这么激动吧？跑得快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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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我们就换康哥。好，图片没有，可以啊，图。这句没那么重要，在这个阶段搞笑吗？没有没有，真的。图片请抽。隐形眼镜到底怎么戴？确实啊。小队，图片请抽抽看。一定会抽。不确定哎。哇！
台湾黑熊不想跟我黑熊。然后接下来的话题，图片请抽。连续两张一样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真的不是叫超立方吗？哇，很有趣。图片请抽。哇啊！没有蛋蛋了，被解扎了，解扎了，解扎了。接下来换罐罐，图片请走。啊！大家都以为我死了，我要躲好，不想再拍狗狗星星大冒险了。小心。哦，接下来换宜晨，好，图片请抽。我要在你伤口上撒盐。撒盐哥，接下来换太田，太精彩了，图片请抽。剪刀石头布，有人慢出啊？为什么那个人不出啊？有人手放在奇怪的地方。对啊，不是石头，是别的头吧？图片请抽。哇！怎么都是动作题啊？虽然平胸，但是还是好想摸。悲鸣，对不起，他是悲鸣。图片请抽。下一个地方要去扫哪里呢？拜拜，哈姆淘汰。拜拜，这样很难过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图片请抽。新闻标题 Minecraft 惨遭真人化。十个图片起抽。舒服尿出来了，太脏了吧。太脏了。拜拜！来了来了，哇，好恐怖啊！再来一只熊，康哥，啊，烦哦！再来一只熊。来，图片请抽。哇！上篮怎么变上我啊？小心。好，图片请帮我抽抽看。越来越长，一定会帮你的。哇，下面有这么大的一条鱼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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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慢走先。图片请抽。哇，原来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浪女哦。结束了。你真的好，这张图片好讨厌哦。把这张拿掉好不好？对啊，没有办法。图片请抽。哇哇塞哦！放心，下个月就把你挖出来。哈姆啊，一样啊，就这样，就明年喽，明年。OK 吧，有笑声可以。耶，你别紧张。我操，下面没水啊！我
哦，打喷嚏打到飞起来了，比赛打开，厉害！哇塞，惨哦！大哥加油！哇，不要给我们打压力啊！好了，啊，图片集中！加油加油！哇！孙子，真的吗？你说的飞机杯不是这样吗？辛苦了！飞机杯啊，大家没听清楚。图片集中！飞机杯，飞机杯，一个一个被集成呢。集成吧。哎，喂，我是小熊，我的影片外流了。我错，这是笑声还是？加油！哇塞！哎，真的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人家结婚了。你的表演要道歉几次啊？哎，达哥，如果这样可以的话，我也可以吧。对，其实你也没被淘汰。如果我可以的话，他这样不可以吗？图片警察，这边不可以卖玉兰花吗？好像，好像，好像。厉害，厉害。图片警察。加油，刚刚三！IKEA 的家具好难装啊！太夸张了吧！好强，厉害厉害！图片请试着给我抽抽看，要聊多长？新的新的。我要爆雷！谢谢大家。哎，还算有笑声吧？还算有笑声吧？我都过一半了。竟然是自由式淘汰，淘汰完了，完了，图片请抽。哇！啊哇 ！Mickey 桑打电脑不是这样打的啊！电动也是这样，太强了！好，来，图片请冲！哇哦！你是柯粉哈？骂人而已。好像没有什么笑声哎。拜拜！木森，图片请冲！加油啊，木森！哇，好烦啊！明年明三女一男，但是是四个平胸。谢谢。达哥，哇哇哇！哦哎，达哥，请抽。哇！啊！这不是刚刚的风队吗？我们是三个月老婆不在家的老公。啊！一万万 PK 了 ！PK 了 ！PK 了！淘汰淘汰！耶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加油加油！图片请抽。新的哦，新的。警察叔叔，我爸爸妈妈做爱的声音真的太大了。居然需要到报警的程度啊！图片请抽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哇！哎，这就是所谓的人生跑马灯吗？好看，好看！精彩精彩，精彩哦、图片请抽。哇哇哇
这才叫射门啊！这也没别的了吧？刚篮球也是康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都是这种，为什么？明明是我也给你吧，一直在上东西。图片请抽。哇，糟糕，不小心买到同一本书了。恭喜康哥，恭喜康哥，太厉害了，排队排队，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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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图片大喜利，一分的是我们的方队，厉害，超级厉害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很强。那我们就要进入最后一个游戏环节，就是我们的笑选之人。笑选之人，受搞笑之神眷顾的人会活到最后。好的，那在这个环节里面呢，我们准备了一连串的运气比赛。制造出效果的人会存活下来，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。那第一个阶段呢，我们准备了12个寿司，里头有6个挤满了 wasabi， 我大概买了8条，不是说一点点吗？好嘛嘛，6颗买8条，完全没食欲。那待会呢，我们12位演员就到中间，然后可以看，但是不可以摸，你们要站在桌子的这一边，吃到的就会被留下来。哦，对，那这个环节呢，我们是加3分。哎，可以逆转，现在的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好，我先说，我们等一下3个一定都会吃到。看好之后就可以直接下手，选了就不能换了。我完全看不出来，真的看不出来，随便选，随便的，随便的，随便的。来，1、2、3，请吃。啊！好烫，好酷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好吃的，这好吃的，这好吃的。你跟我吃芥末啊！哎，不好意思，你把我贴品牌的那一张撕掉。宝宝，宝宝，啊啊，要吃完吗？很辣哎！要吃完，要吃完，不可以浪费食物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哎，啊，我变这样了。吃完。哎，大家有看到谁有吃到吗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我没有吃到。好的，那恭喜我们晋级的6位选手。哎。厉害！哇，恭喜恭喜！耿贤有吃到是不是？啊，吃到了。他耳朵好红哦。你吃太多了吧？我后面有看到侧面，那个整个是绿色的。哦，恐怖！好的，那我们就进入第2个小游戏啦。这个小游戏是电椅。电椅，给一成一点时间。他还没消化完。开始好了。我最喜欢布置刑具的感觉了，因为我不在其中。跟没吃到的人很开心，像受刑人一样哎。会不会这是最后一次搞笑对抗？就是电到会飞起来的程度而已，还好，应该还好。6只电椅，其中有5只会通电，1只不会通电。那不是奠定了吗？奠定了。对啊，那不是奠定的吗？好，请选。前辈先，前辈前辈先，前辈先，前辈先。我让站到最左边。这不是不爱坐，这是电椅啊！赶快选啊！好了好了，都 OK 了。好紧张，我从桌子边的。好了，都选好了哦。请问6位参赛者，你们准备？乐仔加油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呀呀呀！会有 Q 吗？会有 Q 吗？会会会。会有 Q 吗？我会喊请东电，不要紧张，讲没用吧？他等着，他要放屁，他要放屁。不会不会。来，6位参赛者，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快点，那给我们加油！请东电。来来来。啊！哎，输谁了？没有，有事啊。有人已经死掉了，是不是？哎哎哎，只有你有电而已啊！你骗人吧？骗人！骗人！哎，那我确认一下，我确认一下。好好好，那你确认，请通电。这个有，这个有，有。是不是相反的啊？对啊，是相反的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好像是哎。那就一成，对不起了。这个是搞笑之神的意思，对不对？那就我们一成淘汰。哇！技术淘汰，技术被规则就这样流动，被技术淘汰了。不好意思，面白大丈夫有更改游戏规则的规定，被电又被淘汰，主办太为人，太为人。好，我带嘛。
这个游戏呢是氦气，待会一人选一只气球。哇！里面呢有四只是氦气，吸了之后讲话声音会变成唐老鸭，有一只是空气。好，那我选红色了。那自己拿。哇！那选红色。那我选蓝色，很像的绿色吧。还有一只。那我选菜罐的橘色啦。OK。那我就选。哎，水友，水友。没有哎、有没有没有，好像有，好像有，好像有，我自己已经拍出来，有吗？有吗？你有故意变身吗？我没有故意变身，好像有，有，真的，如果你声音是这样，我感觉超像你装出来的，对，像是被阉割一样，阉割版的，我穿，吸吸。汤姆来段 rap 等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汤姆。又又又！我刚好要吸太多了，差好多、哦。你上头了，那一句很有趣。哎，好恐怖啊！会变这样哦、喔。对啊，那不会受伤，不会受伤。万一变不回来怎么办？不会啊，我变回来了，我变回来了。不过你刚才吸完之后，对前面耍流氓一下。好 ，OK。哎，对，用超凶的语气。八加九一点啊、喔。就不要你的空气。吸不进去，对汤姆好有用。你把你这个含着含着，对，然后好像在喝那个泰式奶茶。多点，好了啦，不是玩，不是玩 kiss 的玩意儿。他是鸡巴哎，没有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搞屁啊！那我们一起吸啊！怎么找啊？因为他中了，就一个人没有。哇，没有啊！哇，忘抽一口。毛豆知道。小麻豆，小麻豆知道爸爸的声音吗？是谁啊？爸爸是谁啊？是谁啊？听不出来。我爱你哦。爸爸爱你哦。是谁啊？爸爸爱你哦。爸爸有吗？应该有吧。好大一口。欧大赏生日快乐。还是有哎。生日快乐！居然没有破音哦！生日快乐！哎，为什么有点呛呛啊？这个没有破啊！我也好想试试看。好的，恭喜我们留下的四位参赛者。哇！哇！哇！哎，好看，好看！哎，而且这样乍看好像是面白大丈夫。这个身高才对嘛！这灯太高了，太突兀了！我要加入日曜日。我们的下一关是鸡蛋，好强哦！其中有一颗是熟的，三颗是生的。哎，哇，一熟，来，请选。哎，一人认领一条毛巾哦。三颗是生的。啊，帮我砸没有麦克风那一边，要小心哦。先拿毛巾，对不对？对，拿毛巾。谢谢。不然你要插在木生身上也可以了。哎，怎么有了？哎，怎么没有？董学，董学拿两条。你看你太多了。你的脸是比较大，没错啦。跟我一样干正品的那种人吧。一二三，来喽！一二三，我们两个会淘汰一个，又一个，都猜你的，不行啦！一起来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敲之前，敲之前，先拖着，保护一下，先保护一下，我先保护一下，太恐怖了！我来这个大板收好了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哦，等一下，下面还有红队的人哦，我们不要把蛋留在他们身上，好吗？我帮你扑一下，扑着，但是直接打头上是可以的。鞋子，大手大胸，把那颗，其实握着真的感觉不出来到底是手，对，来来，赶快打，赶快打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啊！加油！一二三。敢扑的都没用啊！不要那么用力了。敢扑的都没用啊！我们没有试玩过，所以不知道会变成这样子啊！不得了！等一下，你这边真的太恐怖了一点，画面啊！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就是北北，你吃东西最近你知道中风的关系啊，所以一直漏下来啊！我等下带你回家好不好？你是我儿子吗？对，你现在在国道上面，然后一个人自己啃着鸡蛋，北北，你的手上蛋还要打坏了。好，北北你还好吗？哦，可以，我可以站起来吗？可以。可以自己插手吧，你还有行为能力吧？你就只把你的蛋抹到所有人的手上而已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不觉得他们三个留下来一点都不意外吗？对啊，这种你不用毛巾啊，你就是挂在身上而已。有没有？毛巾完全没沾到蛋哎。对啊，那
那你拿毛巾干嘛？我毛巾快，真的不拿下来用。好了好了，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，训诫完毕。那我们留下的三位选手呢？因为被蛋沾到了嘛，要果粉了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们准备了湿毛巾。那我们湿毛巾里面有两条沾满了竹炭粉。哇，那擦得干净吗？刚刚我们的清洁一点意义都没有哎。小天，至少湿毛巾会比较不臭一点嘛。学长，学长，是不是？一、二、三，请擦。啊！哈姆好猛啊！上来了吗？阿姆好可爱，你看出路吗？撤撤撤撤，脸都黑掉了，还是擦干净一点好了。果然是你们两个，哎，好强哦！哇，哎，阿姆哎，看过我鸡鸡最多次的人，不要讲出来啊！矿工二人组，真的，哎呀，哇哇，这个真的没有 C 哎，完全哇，有一层意义哎，蓝白终于合了。不要再逼我签那什么六点协议了，脸色都被抹黑了。不准。好的，那剩下的两个人呢？我手上有一把俄罗斯轮盘手枪。哦。你们要不要猜拳，看谁要先击发？来，总共石头布。好，那我先吧。哦哟，后背了，后背了，很厉害。爆炸的那个人就赢了。三、二、一。哦。好，来来来，啊！三、二、一，第二发不中，第二发就中，露脚果然有机会啊！哇塞，好厉害！哇，强远，果然第二个女儿要来了呀！有一件事我很想分享，什么？因为我们已经办两届了，是我两届都没拿到冠军，但是董勋也是两届，至少他先的，对啊，又多又强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好的，厉害，拖了值得啦，对，那就恭喜我们的风队拿下三分，哇，没想到。真是没想到哎！哎，好厉害啊！哇塞，这是什么舞蹈啊？好厉害！被吹起来的舞蹈。好的，那我们今晚的题目呢，就全部结束啦。是的。那我来报一下分数。我们的水队得到两分，是第四名。哎耶！我们的了。第二名跟第三名同分，所以我直接公布我们的第一名。哦，那他妈，哎，我没有拉炮了，没有拉炮了。那边三个人拿那个三分，应该不意外。好的，真的超强运的。那获得我们第三届搞笑对抗赛冠军的队伍，就是我们的风向队。谢谢，恭喜恭喜！哎，好厉害！哇，穿米奇内裤有用，有用！来攻！恭喜！下次知道第四届要选谁了吗？你知道我还没打过。好了，那很开心啊！那我们搞笑对抗了，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。是的，哇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！那我们这次呢？第一次聚集了十二个人啊，于是呢，我们就想说，好像可以拿来做一副扑克牌，过年的时候可以玩。今天在场的所有观众，只要预购扑克牌的人，直接现折100元。哇！那这次呢，非常感谢达康达康，慢财少爷。好的，那我们
搞笑对抗就在这边到此结束，来谢谢大家。Yeah!